大家好，我叫沈天天，我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顶级设计师。现在的我不是很开心，因为我被人陷害了，而且陷害我的还是我的好闺蜜。果然赵明远的情债还是要还的。好吧，既然你都这么不待见我了，那么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老娘辞职不干了，眼不见心不烦。不过幸好还是把我爸爸的设计稿给保住了。打算远离是非的我去了外国找我的设计导师，本以为是个愉快的返乡之旅，却没有想到遇到了瘟神。我说赵明远，你怎么还跟着我？果然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一切可跟我没有关系，这都是赵明远的锅。你还骂我是吧？你再骂再骂，老娘不还手！你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虽然冲动是魔鬼，但这种感觉还是爽的。两人事后，我还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。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我的这一巴掌将会改变唐果儿的人生。没错，他出事儿了，在异国他乡被陌生人给调戏了。看着精神崩溃的他，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尽管他疯狂的打我骂我，但我还是感到很难受。然而就在我回国之后，却发现了更大的事故。什么？唐果儿妈妈的公司因为残次品问题被追债了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一定是赵兰格的手笔。虽然李曼丽的人品不好，而且对我也很差，但我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回去帮她。不为别的，看在唐果儿的面子上，我还是要帮帮她的。当然，作为局外人的我也终于看清了形势，得知了全部的真相。好家伙，我终于不是那个局外人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获奖，只有获奖才能拯救公司。当然，凭我听裁判的创意，获个奖肯定不成问题，只要这个唐果儿不再捣乱就可以。好了，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，现在就是我沈天天安心搞事业的时候了，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哦。